先让小美呢先来拍一下照片，让我们媒体朋友们先捕捉一下我们今年的奇美 K 系列 OLED 呢，还有我们变频空调呢代言人贺俊祥小美莅临现场。在这里呢，有喜欢小美的朋友，喜欢我们奇美的朋友，赶快一起移动脚步，一起来到我们的展区参与我们今天的开幕活动。那我们再给媒体朋友们最后倒数一点点的时间，还有我们现场喜欢小美的朋友，好，赶快捕捉一下画面。好，最后倒数5秒，4。 3、2、1，谢谢，招呼。Hello， 各位现场的媒体朋友，还有长官们，还有影迷朋友，大家好，我是贺俊祥。哟呼，掌声欢迎小美！刚刚有没有觉得拍不够的？拍不够，对不对？跟你说，有拿到号码牌吗？ 哇，好可惜，赶快去拿，可能还是要最后几张。好，等一下呢，还有一个拍照的时间。那么现在来问一下小美哦，因为这一次呢是担任我们奇美 K 系列 OLED 的这个显示器还有空调的代言人，对不对？好，那请问一下哦，这次跟奇美合作的一个感想是什么？感想哦，当然是非常荣幸啊，然后就是又可以代言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觉得非常开心。是，对。 那我们因为奇美是国产的第一品牌，那这一次呢也推出了声控的 OLED， 那开完之后，对于我们奇美的电视有没有更加了解了呢？我觉得现在的科技真的越来越厉害，然后就是让所有的就是家庭们就是可以更幸福。是，为什么会更幸福？就是因为科技越来越便利，对，然后因为这个 OLED 就是可以直接声控，然后就是帮你做你想要的事情这样。 对，然后就是内建很多的 APP。 对，科技始终来源于什么？人性，对不对？没错。我回到家，我就是想放松，我就是拿着我的遥控器 ，Hello， 我想要转到43台 ，Hello， 我想要看。他就直接帮你转台。对，超方便的。好，那我在这里要问一下小美，如果说你自己要来挑电视的话，你的这个电视你要选择第一首选的那个功能啊，最想要推荐什么？我觉得最重要当然还是画质啦，画质是非常重要，然后便利性，然后还有尺寸嘛。 好，画质非常非常重要，还有尺寸大小也非常重要，对不对？对，好，画质非常非常重要，还有尺寸大小也非常重要。今天是现在的电视越来越大，对，然后就是又画质又非常的清晰了，然后就是用这个新的电视来看我自己拍的戏，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哇，小美有新戏要上，是不是？等一下，我们先卖个关子，等一下再来介绍它的新戏，好不好？那因为我们这一次除了有代言K系列的液晶显示器，还有代言我们的变频空调，对，变频空调，对，变频空调的广告你自己有看过了吗？其实还没完整看过，还没完整看过，最终版的，对不对？今天我也是想来看一下这个新的广告，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空调的广告要在这里，在我们的展场开幕式首播，首次的公开播放，好不好？那在这里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送上我们的遥
家呈现在这么舒适的环境当中。在家里面就是享受大自然的空气的。没错。好，那第一次看完这个我们的影片广告之后，自己打几分？打几分啊？对。我觉得我自己打不了分数啦，但是就觉得，从电视的广告跟这次空调的广告，我觉得两种都呈现很不一样的感觉，然后也都呈现出来，就是让大家觉得哇，用这样的家电，然后让自己非常的便利跟舒适的感觉，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是的，自己打不了分数，我打哇，我觉得是100分，拍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哎，对不对？那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拍空调广告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到了宜兰的这个山区里面拍，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森林的感觉，然后其实蛮多蚊子的啦，但是拍的时候其实就觉得哇很特别，而且我们还真的就是摆一张椅子在这个森林里面，然后我们要坐在里面，然后就享受着这个芬多精的感觉，对，蛮就是怎么讲，就是蛮特别的一个经验，蛮特别的一个经验，对比拍戏还累的感觉。比拍戏还要累的感觉。是的，好，那我们在这里刚刚有提到说有最近有新戏，对不对？要不要跟大家先稍微透露一下你新戏的角色呢？这一次的角色会跟以往蛮不一样的，因为大家看我现在的发型就知道了，就是我觉得发型
可以让每个人呈现出来很多不同的气质跟感觉。那这次就剪了，为了戏剪了很短，然后在戏里面其实也把头发弄成白头发这样。哇，变白了！就是演一个比较算是暖男的爸爸老公，然后但是这个戏呢又是探讨夫妻之间婚姻感情的比较真实写实的一部戏这样。哦，所以你在里面是一个暖男，然后是比较年纪稍长稍成熟的一个角色。其实也不是稍成熟啦，他就是可能少年白吧。少年白比较早就是白头发这样。那你问一下导演为什么把你头发弄白？没有，因为其实当初我们在那时候在上表演课的时候，跟导演开会的时候，导演就希望这一次我跟他的合作可以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贺军翔的出现，这样对，带给我们的影迷朋友、戏迷朋友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对不对？然后我就自己，其实我自己也蛮想要挑战，不一样，就让大家看不出是我的感觉，对，因为其实我们在拍戏的途中，我觉得比较好玩是，我记得有一天我就已经到了片场了，然后我就已经准备好要去拍了，然后结果我就站在镜头前面，结果我们的副导就是说以为我是路人，夸张了吧？然后说哎，那个不好意思，挡到镜头了。然后我说哎，你怎么了吗？然后他还发现是我，我就觉得哇，这个造型很成功。哇，你这样讲，我非常非常期待这个新戏的角色，对不对？竟然会让副导都认不出来，贺军翔站在镜头前面，还请他借过一下，对不对？对。好了，我们非常期待我们小美在新戏的一个这个表现，对不对？那听说我们的新戏啊，齐美也有参与表演。哦，有，我们蛮多家里面的戏都会跟齐美一起演到戏，因为你是家庭的这个戏份。对，在家里面的戏，因为齐美赞助了很多的东西，包含这个冰箱啊、电视啊，都赞助了。然后我们在戏里面的一些桥段也不是特意的，但就是刚好都会跟齐美一起演戏这样。是的，所以现场的喜欢我们小美的朋友们呢，在追逐我们小美的新戏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追逐一下我们齐美，好不好？找找看我们在戏里面，哎，齐美出现了，哎，小美也出现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在今天呢，非常非常高兴呢，邀请到我们贺军翔小美来到我们现场。那快离往前站一点，对，这样比较方便拍照。好，我们看一下前方，要不要给我们左边的朋友们一点时间？左边的，左边，好，左边。小美，中间站。好。再一个 pose。好，最后三秒，三、二、一。好的，那我们进行一下。